奴才给公主请安。奴才奉圣上口谕，来接公主去扬州行宫候驾。等我跟程小的找到徐莲，比出谁是天下第一美貌就回去。你先回扬州找到皇阿玛，向他禀报一声。公主不走，奴才不敢走。哼，臭小子，咱们现在去参加文昭女师。钦差大人，这就是蔡家老坟。嗯，好。沈城南，哎，你去找上几个人，把这几个蔡家老坟全都给我掘开。我这就去。无故掘坟毁墓，陈文杰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可是重罪。我说风神大哥，我怀疑被转移来的女尸就埋在这某座坟中，所以我才要掘开他们，没问题吧？哼，顾姐姐，我这是宫中有私，借机替坏婆娘报仇。因为坏婆娘的爷爷跟太爷就是被遭这个蔡家母举报，遭到了抛棺露尸，所以我也让他的祖宗白骨朝天，做鬼不得安宁。阿弥陀佛。快挖！没想到蔡家会弄到这个地步，连自家的祖坟也不保。钦差大人，蔡家老坟已经全部挖开。没有发现移来的女尸啊。哎，这就怪了，明明在这儿的嘛。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文杰、心远、何笑在师傅，我们再到周围搜一搜。是。哎，文静，不用怕，我陪你一块儿去。怎么能证明尸体是我们埋在这儿呢？兴许有人诬陷我们呢。女尸脖子上有青紫掐痕，这就说明是先被勒死然后再吊上的，可以证明是他杀不是自杀。她的鞋子上哪儿去了？哎，沈春兰，你不是留着那双绣花鞋的吗？去拿来给她穿上。好的。不大不小，正合适。嗯，这双绣花鞋可足以证实，他就是你们家大门上的那个人。钦差大人，我坦白，尸体啊，是我和贾尼姑埋的，可是人不是我们杀的呀。民女信佛，从不杀生，就连苍蝇蚊子都不敢打。哎呀，我说你们杀人了吗？我都没说过，我就问，这遗失是不是你们三个人干的？
钦差大人呐、啊，昨天一早啊，我就看见这女尸吊在我们家大门口，我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媳妇儿，我怕苦主啊炸上门来，我一时错了，就把尸体给埋这儿了。妇道人家胆小怕事，遗失避祸，不算大罪，就罚你们买口棺材给装殓了吧。钦差大人呐、啊，谢谢黄菩萨，谢谢黄菩萨。钦差大人，你就这么放过他们？小民觉得枉法不公。你是主告，这双鞋你应该原样未动，不会动手脚吧？小民知法守法，原样保存物证，不敢枉为。这就怪了，前夜三更，那可是大雨倾盆呢。他要是自己走过来，这双鞋一定会沾满了污泥。可现在又这么干净。臭小子，你不是说那个人先被掐死后上吊的吗？嗨，我前后说的并不矛盾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先在某处被人掐死，然后遗失到蔡府，嫁祸栽赃。哎，我有一副对子，可以做判词。哈，这个你都能做对子？我是对子王嘛，什么都能成对。听好了啊，七尺高门，一副焉能独立？三更大雨，双沟何以无泥？大家说怎么样啊？好，好，好。沈城人，还得劳驾你一下，去趟县衙，告诉林县令，说这儿发现一具无名女尸。让他带着嫌犯孙永旺和薛翠花前来认尸，因为我怀疑他就是下落不明的薛兰花。是。钦差大人呐、啊，先到我家去吃顿饭，吃完了饭咱们再回来，好不好？喂，坐坐坐，请请请，师傅请，姑娘请。哎呀，来，二娘倒酒啊！来来来，哎妈，我已经不喝酒了。哎，男人不喝酒，白在世上走啊！你不用再劝他了，钦差大人已经发过誓，再也不喝酒了。好好好，换茶换茶换茶！哎，快快快快！忙活了一上午，我还真有点渴了。就是啊，来。母老虎，不。应该叫蔡夫人。哎，我想问您几个问题。哎呦，钦差大人，您公正神明，替我们家免除了一场塌天大祸呀！您就是再生父母、活老祖宗啊！我有问必答，我保证不说一句假话。好。哎，蔡家木，他会武功吗？哎呀，他呀，一个穷酸书生，会啥武功啊？哦。那你发现他当官前和当官以后有什么不同吗？哎呦，上哪儿发现呢？这个死老东西去了就没回来过。他不回来也不烧钱，连封信也没有吗？信倒是捎来一封，哎，这信还不如不来的好，绝情无义呀、啊！叫我们不要去找他了。三年之后啊，他谢职回乡来。哦，哎，你把那封信拿给我看看。哎，好好好。二娘啊，去把那信拿来，大人还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绝情的人呢。哎，别愣着，来吃菜吃菜，上酒上酒上酒。哎，文静啊，来。嗯，这菜很好吃，哎，吃吃吃。信，哦，这是你们家老爷的亲笔信吗？是老爷亲笔书写的，他的字体我认得出来。嗯，难道是他假冒的？让开让开让开、去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白茉莉跟宝儿出来吃饭呢？哎，那贱货和小杂种啊都在严防呢、他不跟我们在一起。哦，哎，我想今天晚上把他俩带到县城住一晚，明天一早就回杭州，你们应该不介意吧？
不介意，不介意，不介意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介意就好。哎，吃菜，吃菜。哎，吃饭，吃饭。林大人，请吧。没事。你们看看，去。姐姐，姐姐，真的是薛兰花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哎，臭小子，你是怎么蒙上的呀？蒙，你蒙蒙看。经过本钦差的一番仔细勘察，发现你身上不仅有绳子的勒痕，手的掐痕，额头上还有钝器所伤。你忘了玄翠花交代过，孙永旺是把薛兰花打晕后才扔进井里的。孙永旺家养猪吗？他家刻书卖书，不养猪。嗯，那他有哪个亲戚朋友常和猪打交道？他家的亲友都是要饭花子，也就见过猪走，猪肉也没吃过一口。你知道吗？这根绳子上缠了不少猪毛，还有一股新鲜的猪屎味，证明这根绳子经常用来捆猪，而且最近才用过。哎，林大人，我认为找到这根绳子的主人才是破本案的关键。所以麻烦您，请衙役带着这根绳子走街串巷。如果谁说出绳子的主人，赏银十两。来人，绳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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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赏银十两。臭小子，你怎么都还眼了？你没见有人认绳子，你给赏啊！哎，公主，公主，哎，公主啊，你看他拎的这牌子啊，嘿，大家看看啊，写着回避这俩字儿，百姓一看就都退开了，谁还管你这破绳子呀？哎，有道理，哎，拿着拿着，哎，认出绳子，赏银十两。臭小子，你输了也不用挂绳子，上吊寻死啊！哎，公主，他不是，他是来给那个吊死鬼当替死鬼的。切，瞧你们，真是夫唱妇随，狼狈成奸，双膝双飞，一丘之貉。喂，谁夫唱妇随，狼狈为奸了？我看你才是狼狈为奸呢！认出绳子，赏银十两。哎，公主，哎，认出绳子，赏银十两。认出绳子，赏银十两。赏银十两吧。绳子是我家丢的，绳子是我家丢的，老爷们可别瞎认啊！哎，我家丢的。这绳子真是你家的，可不许见天眼开，冒认啊！哎，钦差大人，我就是再穷也不会要这么一根破绳子吧？这还是我爷爷留下的传家宝呢。阿弥陀佛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施主，你是如何杀死薛翠花、遗失蔡家的？快快说出来吧！对，说出来。我没杀人。你没杀人，会是谁杀人？这绳子都是你家的。绳子都不是我家的，我听说有十两银子，我来胡蒙的，我该死！你敢胡人冒领，拉回县衙打三十大板！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能打我，要把我打坏了，不能卖水了，我一家老小就得饿死了。这绳子到底是不是您家的？左右邻居都能证明啊，我哪有这根绳子啊？没有的，贱，真贱！谁给你证明也不行，你既不认打，那就得认罚。对，罚死他！罚多少啊？罚银十两。哎呦，大人呐，你看，就是把我给卖了，就连骨头带肉的，你看能值那么多吗？狗奴才啊，要钱不要命啊！今天我要不治治你，你就不知道你父爷是谁。来人呐，在，我拿下。大人，我真是，我真是没有银子。哎。要不我白给县衙担一年的水行不行？谁要喝你的臭水？一年不行，三年。三年，三年就三年喽。哈，三年！来，一锤定音，成家喽！耶！敲锣，我吆喝，认出绳子，赏银十两。赏银十两。罚我三年那么多。认出绳子，赏银十两。笑什么笑？认出绳子，赏银十两。回正一德，回正一德，奴才在。臭小子嗓子哑了，你帮他喊吧。公主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文静，
林县令，在，包子涵。啊，这就叫大懒知小懒，小懒白瞪眼，拿着吧。不是你，这主子动动嘴，奴才得跑断腿。来人绳子，赏银十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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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县衙给马戏团了这？都是那个尿床的孩子胡说八道，把我给当猴耍了。啊！说什么找到猪毛绳子的主人就能找到杀人的真凶，可是到现在，也不知道这根绳子主人是哪个龟孙子。你别说，我还真知道这根绳子是谁的。新人，怎么了？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知道这根拴猪绳子是谁的吗？我可不知道，这可是人命官司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你要是说出来，我们赏你白银十两。对，是，不骗人，骗你，他是这个。这是猪阎王的拴猪绳。我说更夫啊，你说前天晚上见过猪阎王，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地点？小人打二更的时候，在酒馆门外见过猪阎王，他用拴猪绳子打了小人一下，我们还一块唱那个茉莉花开玩笑呢。什么茉莉花？就是蔡家木的三姨太白茉莉，又香又白，到处给老蔡家借种。猪阎王盯上他，可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这猪阎王有遗失讹诈的动机，他是杀人凶手，这必定无疑呀。少主子，这么推算，您这一千两个银子，那是必输无疑呀。大胆！更夫，那你当天晚上有没有第二次见到猪阎王？打完三更之后，我又见过他一次。喂，你呼猪头都呼到大街上了。更夫，他说谎，我绝对只见过他一回。我这眼睛又没瞎，我。你没看见我，可是我看见你了。打完三更之后，我累了，猫在人家门洞里歇歇脚，清清楚楚的看见他慌慌张张的跑过去，那拴猪绳子也不见了。哼，铁证如山。这个西兰花就是被猪头三给掐死的，遗失到菜谱。是呀，是薛兰花，猪阎王。薛兰花，猪阎王。一样一样一样。不是，不是，我大胆，竟敢顶撞我家主子，上刑！妈，猪阎王，你想不受皮肉之苦吗？那我替你说了吧，你看对不对啊？灯光，啪，一响。Music， 噔噔噔噔，再一个，秋高气爽，黑夜风高的夜晚，夜晚，你喝着酒，在，快点，在井台边走过，我喝醉了，又多少？你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？放你过来，我的猪阎王，黄汤又喝多了，小心老婆跟着野汉子跑了。跑了好啊。跑了，我就可以摘蔡家木小老婆那茉莉花，又白嫩又香，他那茉莉花。好心看花的人把你骂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人，我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小女子在井下呼救。小女子来也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叫姚和尚，下水救人。救命啊！下！救我！
姚和尚，姚秃驴，姚秃驴，你快过来，有一女的掉井里了。阿弥陀佛，那以为阿你个头啊，都掉井里了，是女的。请救救！哎呀，这井那么深，怎么救啊？哎，有了，施主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们会想办法救你的。慢点啊！请救救我！哎呀，怎么下呀？这，哎呀，这，小心着点儿。好，你拉绳子，一下。两下，你见她是个美貌女子。Beautiful。哎呀！你快拉我上去！妈呀！快拉我上去啊！你可千万不要松手！不松手！我不松手了！喂，把我拉上去！我又不是花，你老盯着我看什么？快把井里面的人给拉上来呀！听见没有？把我拉上去！这时候，姚和尚上来了，你把他杀死。哦，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，你快帮一下忙啊！你干嘛松手啊？快拉呀！你不往外拉人，你干嘛搬石头啊？快点帮忙拉人！这时候你想对他非礼，然后你逃命啊！救命啊 ！Beautiful man， 不是他，是他！我就跟你说过了，不是他，是他！停！不是这样的，是他把你掐死了。哦，哎，下去。哎，你要干嘛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最后一个环节，谢幕，谢幕啊！喂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朱阎王，我说的对吗？大人是不是长着这千里眼顺风耳啊？您这对，怎么样？钦差大人全说对了吧？一点不差，我认罪，我无话呀。臭小子，你真是天才儿童啊！其实呢，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，只要你动脑筋想一想，一切就如近在眼前。超级无敌宇宙大笨蛋！傅爷，打赏更服吧。哎呦，谢谢主子赏，快。
你是我这奴才的奴才，你也敢攀高枝叫主子？滚！哎，哼，还有我的钱呢？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哼，我赢的一千两呢。你，嗯，你，嗯。哎，你只破了杀人案，没有破遗失案，两件案子没破完，不算全赢。哎，这杀人遗失都是朱阎王干的呀，你就痛快点把银票给臭小子吧。抠门小气娘娘腔，一点也不像男子汉大丈夫。就是。哎，不过呢，我们傅爷说的也对，我是杀人案破了，遗失案没破，不算全赢，这个一千两银票也不该归我。我家主子说是朱阎王杀的，那就是朱阎王杀的，这你不拿彩头银子，我家主子会不高兴的。林县令，他是你的主子，可不是我的主子。再说了，更服三更以后，看见朱阎王空手一人回家，那他就不可能来往十几里路遗失蔡府。再说了，朱阎王跟蔡府有何冤仇，要遗失陷害？哎，你快点说，谁是遗失者？快说快说快说！好，别你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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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呀！哎呦哎呦，别你追着我屁股后面问，我要知道谁遗失人，不就早让林县令去抓捕犯人了吗？哎呦，你烦我就不烦呐，哈！你不是比别人看事物细一点，想事情深一点，经世故多一点，诸事深累一点吗？你叠叠叠叠叠叠，都叠到哪儿去了啊？你别一点一点又一点了，先把我松开好不好啊？哼，啊，我脱裤子要睡觉了，你们快走啊！臭小子，你少跟我玩这一套，哼！你再不说谁是遗失者，我就跟你玩老头滚西瓜。老头滚西瓜怎么玩的呀？是啊，怎么玩啊？哼！臭小子，你不是说自己是聪明天下第一吗？怎么弄不明白老头偷西瓜拿不走，就这么滚着走啊？哎呦！要不要再玩几次啊？你想玩死我？臭小子哭了吗？我第一次看到臭小子哭。哎，讨厌，小和尚也是第一次啊。小狗才哭了。英雄流血不流泪。小和尚，我怕是以后要跟你学好武功，以后有仇报仇，有缘报缘。将来什么样我不知道，现在你要是不说出谁是蔡家的仇人，我就让你再尝尝王八滚西瓜。喂，老头滚西瓜又变成王八滚西瓜，现在谁是蔡家的仇人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你跟西瓜有仇。哼，你再跟我耍贫嘴。好，好，好男不跟女斗。哼，你再说。好。好好好，汉不吃眼前亏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蔡家的仇人就是沈成仁。蔡家的仇人不是坏婆娘吗？这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。坏婆娘虽然徐家的后人，但是在东台文字狱里还死个四个不姓徐的人，其中有一个人叫沈成卓，他因为是徐树奎的学生而受到株连。沈成卓？对啊。哎，这个名字你以前好像跟我提起过。他的意思是光光，好像是个匿名。沈成仁、沈成卓，同姓同排行，莫非他们两个是兄弟啊？哦哟，我还真没看出来，您的脑袋还可以，没有傻头腔。哎呦，王八滚西瓜了。
家木有三个老婆，还有一个在那里。小钦差带着茉莉花和宝儿去县城了。救命啊！开门呐！巴莫里，你不用害怕，本钦差是受了蔡大人的委托，借出差之便接你们母子去杭州和蔡大人团聚。蔡氏母子，谢谢钦差大人。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沈城人，沈城卓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哥哥。那你就是疑事人吧？不是我。哼，不是你没别人。你干嘛？蔡家木陷害你哥，你早就怀恨在心，欲加报复。看见朱阎王把女尸弃在井边，你就把他背回徐蔡庄，挂在蔡家大门上。啊，对，小贼，你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想借此陷害蔡家，是不是？前天晚上我根本就没进城，我在小酒馆里喝酒喝多了，回家就睡下了。哼，那谁能证明啊？我光棍一条，没人作证。嘿，小贼，你还在抵赖啊？公主推理的是天衣无缝，无懈可击。公主也不能诬陷好人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是好人，你比坏人还坏。你把女尸的绣花鞋扒下来当证据告官，说明你是早有预谋。哼，本公主现在是念在你是为兄弟报仇，对你客气。等我把你送进官府，打得你皮开肉绽，看你招不招。送到哪儿也得以大清律例为准绳，摆事实，讲王法。哎，小子，你还嘴硬，还讲王法啊？诬告反作就这一条，一会儿我就要你小命。公主，你一句话，我没诬告。哼，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给他来个苏秦背剑，我早等着了。来吧，你们走。好啊，你们非法私设公堂，诬陷好人了。你们哪那么多话呢？啊，驸马爷，放了他吧，他真的不是一世人。你昨晚还说是呢，怎么今天又不是了？逗谁玩呢？逗你玩呗，谁让你飞行迫害我了？啊！你听哪条说，沈城人不是一世人？三更城门紧闭，沈城人背着女尸如何出城？放开我！那你说谁是疑事人？肯定是个高来高去会武之人啊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嘿，哎呦，林县令，你这么早就听说我们破了疑事案了？哎呀，主子，不是疑事案，又出现了凶杀案。是不是蔡家？哎，陈大人料事如神，蔡家大夫人、二夫人被人杀了呀！好，你跟我一起去追现场。哎，公主，公主，看好他。我看看，我看这。哎，文杰，你们要去哪儿啊？胡姐姐，我正好要告诉你，让你留下保护白茉莉母子，因为我算定，杀人凶手不会放过他们的。行，你放心吧。心远，保护好文杰。师傅，师傅告辞，我们走吧，去杀人现场。拜拜，再见。小贼，打你个小样的。大人您，你看，大人去吧。杀人者徐家后人也。不用念那么大声，那个是凶手使的障眼法，骗骗你那种笨蛋罢了。我说就是徐家后人，如果没有满腔的仇恨，谁会下这样的毒手？主子所见即是，徐家正因为蔡家木的告发才遭致家破人亡，这东台县也就是徐家和蔡家有深仇大恨。可据我所知，徐家的人流放的流放，斩头的斩头，东台本地已经没有什么后人了。哎，臭小子，坏婆娘不是徐家的后人吗？你个大笨蛋！坏婆娘
现在是通缉犯，全国海下通缉文书，况且还有各门各派的什么高手，追追踪暗杀的。我想，他不会像鬼魂一样跑到这儿来杀人了。哎，臭小子，那你说不是徐莲，还会是谁啊？这个杀人者呢，想混乱我们的视听，要我们把目标移到徐家后人身上。结果他百密一疏，露了狐狸尾巴。哎，臭小子，你赶快告诉我谁是真凶啊？就是蔡家木。哦，怎么会是他呢？陈文杰，你这是胡说。哎，你们想想啊，这蔡家木怎么会杀他自己的老婆呢？对不对？哼，陈文杰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叫无稽之谈。哼，封神阴德，经过这次凶杀案，我越来越肯定，这个蔡家木乃是飞天大盗假冒的。他看我们来到东台县追根问底，马上要揭开他的骗局，他就狗急跳墙，追踪到此，杀了蔡家的人灭口。哎，陈文杰所言大谬。哎，你们想想，就算蔡家木他就是那个假冒的飞天贼，他杀得了蔡家所有人，他杀得了徐蔡庄所有人吗？他杀得光这些人的亲戚朋友等等等等的人吗？陈文杰，我问你，你说呀。封神阴德，你终于帮我出了一口恶气，歼了臭小子一军。都这时候了，你们还有这闲工夫，可悲呀。你林大人，咱行文上司吧。陈大人，您可得帮下官破案呢。蔡知府一家被杀，责任重大，没个交代，下官恐难辞其咎。你不用害怕，你主子可是封神公子，有他罩着你，没人敢摘你的顶戴。不是我，陈大人，我这，我们这东台县有几句顺口溜，说是这酒杯一端，肚子变宽，筷子一起，全都可以。滋溜一响，有话好讲，嘴巴一抹，事情办妥。哎，这当官的哪有不喝酒的？来，我这个做东道主的敬你一杯。慢，你要论劝酒歌，你可是在孔圣人面前念了三字经了。像什么小吃小喝小办事，大吃大喝大办事，好吃好喝好办事，不吃不喝不办事，诸如此类，我都能出一本百科全书了。可是本官就是另类，只当清官不当酒贼。不是，这不，说得好，我们为铁齿铜牙陈文杰干一杯，来，干呀！来来来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！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二位爷有何吩咐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这徐蔡庄是不是就你一家酒店啊？就此一家，别无分店。那前天晚上，本庄的沈城人可曾来你这儿喝酒？他单独一个人常来这儿借酒消愁啊。哎，他有什么愁事儿？说起来也是风流孽债，他也读过几年书，遇见事儿就想不开，而且啊，还苦恋着邻居家的白茉莉，但是白茉莉的父母贪图钱财，把女儿卖给蔡家木做了三姨太了。哦，从此是不是就棒打鸳鸯两分开了？哎，这蔡家木也太霸道太坏了。这年头黑白颠倒，蔡家木是啥臭德行，狗屎不如，愣是由奸生补知县。不久前又当上了四品的东山知府啊。阿弥陀佛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是来迟与来早。哎，那最近有没有什么眨眼的陌生人来过？前几天倒是有一个和沈城人一起喝酒来着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快跟我详细说清楚。这个人有30来岁，没胡子，娘娘腔，公鸭嗓，我零星听几句，他们的对话好像是在打听蔡家的事儿。那他后来又来过吗？大人，他后来就再没来过了。
然是你。打了一辈子猎，玩了一辈子鹰，反叫兔子瞪了眼。这叫人算不如天算。白茉莉，带宝儿出来吧，认认你家老爷。他不是我们家老爷。哎，宝儿，看看他是不是你爹？不是。来来来来，哎，哎呀，公主高兴就好啊！来，李县令一块喝啊！哎，给公主夹菜啊！哎，风声公子，公主啊，吃。为什么你都来了两天了，这徐公公还没露面？你们可是一起领的圣旨。陈文杰，我告诉你，是。按理说呢，徐公公走旱路，我走水路，他应该比我早到啊，为什么呢？就常常在眼前浮现，让你的离愁缠绕不停。思念总让心儿起风，却又忽略身边真情。别说年少懵懂无知，不知把离愁说给说。